坐吧，我又做了什么让你觉得见不得人的事儿？既然我们打赌，就要光明正大的赢对方。谁不光明正大了？你呀，你把楚天书打造成假土豪，还指定了一个拜金女跟他牵手，哼，真是苍蝇盯上臭鸡蛋，一拍即合。你还遥控指挥他们约会，这不是作弊是什么？ 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就得问问你了。你明里暗里的提醒苏怡晨，还当着他的面拆楚天书的台，这就不是作弊吗？是你造假在先，我提醒在后啊。现在讨论先后有意义吗？你说鸡生蛋，我说蛋生鸡，没有结果的。可你做的还不止这些啊？还有什么？还有，反正你一直在弄虚作假。说不出来了吧？你别忘了。 我们做的是游戏类节目，真真假假本来就很正常。如果你一定要说我使了什么手段，那你也用了。我们是半斤对八两，谁也说不了谁。要想赢对方，就各凭真本事，愿赌服输。好，顾朝阳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各凭本事，愿赌服输。 今天是输一局，赢两局，2-1完胜。顾朝阳，你卑鄙无耻，彻头彻尾的人渣！你明里暗里的提醒苏怡晨，还当着他的面拆楚天书的台，这就不是作弊吗？行，你不择手段。 别怪我暗度陈仓。苏小姐怎么不吃啊？ 我不饿，是不合胃口吗？我点的可都是贵的。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吃饭，是来看你的存款的。不就是看存款吗？苏小姐这么着急啊？等我吃完，那就等你吃完了再给我打电话吧。哎。 吃了，先看存款。喂，是苏怡晨，苏小姐吗？请问您哪位？不是哪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现在是不是跟楚？ 稍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请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不光知道这些，我还知道你今天跟他约会是为了看他的银行存款。这不浪费吃的吗？ 你到底是谁呀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有看到存款吗？没有。那就对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等一下呢，他会给你开一张银行卡，那张银行卡是他下午刚刚办的，那上面有30万，但那30万呢，只能看不能取。如果你要是取了呢，借钱给他的人就会收到短信提醒，因为那个钱根本就不是他的。 你告诉我这些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还不明显吗？苏小姐，他根本就不是土豪。
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当时为了你好了，你不能被骗。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的话，就自己去验证吧。哎，有事吗？没事，推销楼盘呢。啊，那我们走吧。好啊，我替你买单。等一下呢，他会给你开一张银行卡，那上面有30万，但是30万呢，只能看不能取，因为那个钱根本就不是他的，他根本就不是。怎么样，苏小姐？我说到做到吧。你是真不能拿走，我今天豁出我这条命，我都不会让你拿走一分钱。这钱到底是不是你的？你先把钱给我，我再跟你说。你要是不说实话，信不信我把它扔下去？别！你这样会害死我的。你说不说？我说说说。这钱确实不是我的。都是我管人家借的，我还得原封不动的把它还回去呢。银行卡是你下我的，钱也是你刚存。也就是说，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土豪，你跟我说的一切都是在骗我。我这也是没有办法。你这也是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，为什么要耽误我的时间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苏小姐？是我错了，好不好？你先把钱给我，我再慢慢给你解释，啊？你就是个无赖，你就是个骗子！
手机说有没有丢你卡上的钱？我不知道，我手机打的静音。你看一下嘛。真的取了钱，给他打电话。喂，楚天书，谁让你动我卡里的钱呢？林总，这是个意外，钱现在已经在我手上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都给你存回去。怎么说啊？他说钱在他手上，他马上存回去。还真的存回去了。哎，奇怪了，他把钱取出来，然后又不用，再存回去，什么意思？取出来又存回去，那就对。我不懂。对于一个卧底来说，知道的越少越好。我不能把你推向火坑。你把我推的还少啊？那你就自救啦。小姐，苏一晨不见了。不见了？你跟我说什么呀？打电话呀。打了，一直关机。还有别的联系方式吗？哎，现在就等他了。你说他要不来，这节目怎么录啊？不用急，再等等吧。楚天书，苏玉晨为什么没来参加录制节目？你们出什么事了？顾总，你听我说啊，昨天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的，可就在我带他去看苏沫之前，他好像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。你说什么？神秘电话？昨天去银行的时候，除了你跟林静怡还有谁？除了我们俩，就没谁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林静怡，顾总，给我来一下。没什么。啊。林锦怡，你搞什么鬼啊？顾总，我怎么了？你要是不愿意替公司垫那30万，你可以明说，为什么要给苏一晨打电话通风报信？电话？打什么电话？还用我说是什么电话吗？办银行卡存款的事情，只有你和我还有楚天说知道。如果不是你打电话给苏一晨，他怎么会知道存款的来由？又怎么能揭穿楚天说的身份呢？林静怡啊，林静怡，我还真是看错你了。你一直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你错怪他了。那个电话其实是我打的，是我告诉苏玉晨那30万是怎么来的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正巧路过，听到你们谈话了。听到？你是在偷听吧？随你怎么想。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事情来，孙小龙，这是你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应该干的事情吗？你说的，各凭本事。我知道你最擅长暗中捣鬼，要是不防着你，不是被你牵着鼻子走了吗？我开除你！随便，想怎么做都可以，只要你认输。来吧，认输吧。谁啊？对不起，是我，黄叔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是路过这儿的。顾总，路过什么路过？你是在偷听我们谈话吧？还真是到处隔墙有耳啊！顾总，你误会了，我真是路过。对了，顾总，我还真找你有点事儿，
能跟我拍张照吗？哎呀，一直在这做节目，我特崇拜您，我是您的粉丝。大叔，他这样的人，你有什么可粉的呀？你就别在这添乱了。哎，哪位老师帮个忙？啊，那我来。特别崇拜。对不起，顾总啊，哎，麻烦您，这边照相好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顾总。哎，就这，就这。哎，好好好好，顾总，这是最好了。来，看我这啊。哎哎。三，二，一。黄叔，你看一下行不行？谢谢。孙总，各部门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大家都在等着问接下来节目怎么办。既然现在问题已经出了，那我们就看怎么解决吧。你自己搞出来的事情，自己搞定。孙总，那我先去忙了。惹这么大的麻烦，现在节目乱成这样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哦，你这个地球上少了谁都会转的，不就是苏一晨吗？活人还会被尿憋死啊？哎，这节目没法做了。我听说苏一晨是不是还没找到呀？哎呀，没有你家这节目怎么录啊？咱们节目现在都快停播了。现在我宣布，最新一期的节目录制流程。最新一期的节目呢，就叫《寻找女嘉宾苏一晨》。寻找？怎么联系啊？都联系不上啊！对呀。我不是要联系上他，不联系的怎么了？通过之前的节目回放和约会花絮，完整的展示了女嘉宾苏一晨在上节目之后的经历。我们可以发动观众跟我们一起寻找女嘉宾苏一晨呢。这个好啊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型综合游戏类节目《交个朋友吧》。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阿光。当然，我不是他。今天呢，我们节目非常的特别，到底有多特别啊？首先，请看我们一段短片。这个就是苏一晨。对啊，和楚天说几次约会，您不是在吗？我从来没见过他的正面，这是第一次。就是这样一个敢于表达自己独特爱情观的女孩子，突然间，她一下子神秘的消失了。停。马上停止录制，把这个苏一晨的全部材料和视频素材给我调出来。顾总，我们在录节目呢，你想干什么？照我说的去做，立刻马上。就因为你开了女嘉宾的资料，就要现场所有人都停下手上的工作，你在开玩笑吧？我没在跟你开玩笑。要是我不同意呢？其他的事情我可以妥协，但这件事情必须要办。我就是拼着不要这个节目了，我今天也要看到苏一晨所有的资料和 VCR。
倒不是，把苏一晨所有的 VCR 还有资料送到顾总的办公室。满意了吧？小姐，这节目才录了一半，这接下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遇到这样的老板还能怎么办？等了。小姐，你说咱这儿都等了半天了，咱们怎么办呀？对呀，节目怎么录呀？大家先别急，再耐心等一等。嗯，最多就是加个班嘛。思瑶，上来一下。众神归位。有什么事儿？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从下期节目起，我要成为男嘉宾。你成为男嘉宾？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不是说过吗？我一是土豪，二是单身，没有什么人比我顾朝阳更适合成为男嘉宾的吗？好了，我没有时间跟你斗嘴，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，要么让我成为男嘉宾，要么我停掉这个节目，我们一拍两散，你自己掂量吧。你说他要做约会男嘉宾？对啊，他刚刚跟我说的，拼了节目不要也要做男嘉宾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？而且我从来没听他说过呀。连你都不知道原因，顾朝阳闹哪样啊？按照他的性格，他应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可他偏偏就这样做了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算了，我们也别猜了，你去打听打听。我先走了。林总，楚天舒，你在这儿干嘛？啊，我把钱都存上去了，一分都不少。还给你。好，知道了。林总，我能不能耽误你几分钟啊？我真的赶时间。一分钟，就一分钟。你现在连约会的女嘉宾都没有了，和我们这个节目也没有关系了。我跟你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林总，你一直都是很帮我的，怎么现在连你……这样吧，你的事情我们稍后再说，现在我真的赶时间。是不是节目组要炒我？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现在留在这儿，还能干什么？果然是这样。林总，你再帮我一次好不好？我不想离开节目组，我不想失去这么一次表演的机会。你要我怎么帮你？帮你继续扮演假土豪，欺骗女嘉宾感情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欺骗谁的感情。顾总让我演土豪，
我只是把它当做一次表演的机会，至于跟谁发生感情，我连想都没想过。你还真把骗人当成工作了？外面能干的事情那么多，你为什么不能去干点别的？这不是骗人，这是表演。我热爱表演，我喜欢演戏，我一辈子都在追求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宁可失业，我也不愿委曲求全的去做我不喜欢做的事儿。那就没有人帮过你？帮我？朋友们都躲着我，都怕我跟他们借钱。那你老问别人借钱，这也不是办法啊。所以我就更想留在这儿了，因为他不仅可以演戏，我还能养活我自己。那这样吧，看在你跟我说真话的份上，我去试一试。真的，林总，那谢谢，太谢谢你了。你先别谢我，我只是答应你去跟孙总监说一说，至于能不能成，我不能保证。好，您只要有这句话就够了。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对不起，耽误您时间了。人美心善，棒棒的。静怡啊，什么事？顾总，你声音怎么听上去有点奇怪？你生病了？啊，没有，我刚才在沙发上睡着了。什么事？没什么事。行了，你别婆婆妈妈的了，你一说话我就知道有什么事儿，说吧。顾总，我听说你要上节目当男嘉宾啊。你打电话给我就为这事儿？我想问你为什么？这是我的私事。我不想跟任何人解释原因，也包括你。底线吗？上不上节目是他的私事儿，你问我干什么呀？关乎我赌约输赢就是关乎我的事儿，关乎我的就关乎你的。你这么关心他，你自己打电话问他。自己打就自己打。吃火药了吧？明天我就问。不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只要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参加节目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。说吧，想要知道什么？理由。理由？当然是为了爱情。哼，你别告诉我你的爱情是苏一晨啊！不瞒你说，我还就是为了苏一晨来参加节目的。顾朝阳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楚天舒约会失败，你当替补啊？现在上节目，你不嫌晚吗？我认为爱情就没有早晚之分，只是在对的时间里遇上了对的人而已。对的人，顾朝阳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苏一晨不过就是个金钱至上的拜金女而已。这有什么不好？她需要钱，
而我正好有钱，这就是爱情。爱情不是用钱可以买的。那是因为你没有谈过恋爱。这么说，你的爱情都是用钱买的了？孙小欧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不用再争论了。赌约已经封存在保险箱里，你要是有本事笑到最后，就拿着那200万去奖励你幻想出来的爱情吧。好，赌约我一定奉陪到底。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苏一晨已经销声匿迹，现在我们联系不上了，别指望他会帮你。站住！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聊下去了。四九，你作为节目的总监，难道就不问一问新任的男嘉宾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？你那么胸有成竹、意气风发，还需要我帮吗？不瞒你说，我还真有需要你们帮忙的地方。哼，能帮上顾总，我还真是受宠若惊。你马上召集所有的策划人员，来自头脑风暴，帮我想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还记得苏一晨的爱情宣言吗？肯为你花钱的人，才是真爱你的人。这句话必须跟他对应起来，就是要让苏一晨明白，我能满足他一切需求。既然你那么想追回他，为什么不自己想？我要是能想得出来，还需要你们干什么？我的工作职责里没有义务替老板想爱情宣言。我现在不是你的老板，而是节目的男嘉宾，这是你的工作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都得去办，而且得办好，明白吗？顾朝阳，你还真是不折不扣的人。我知道，你是想说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。以真啊，你这一下要预支半年的薪水，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吗？周总，这是我的私事儿。是，我呢，平时不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，只是公司呢，最近一直在传，说是你参加了一个什么相亲的节目，是吧？说是每个月把工资都拿来买行头了，这一天能换30身衣服，有这事儿吗？有这事儿，但是相亲也是我的私事儿。是，是你的私事不假，但是你这频繁的约会，毕竟还是占用了很多工作的时间，这那么多人都看着呢。我知道了，我向您保证，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哎呀，医生啊，你这一下要预支半年的薪水，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我想我已经说过了，这是我的私事儿。好吧，既然你不愿意说，我也就不多问了。是这样，我们公司呢，从来没有过预支薪水的这个先例。再说了，你刚来公司才满一年时间，这一下要预支半年的薪水。我明白了，周总，不好意思，打扰您了。等等，你这明白什么？你就明白了。哎，这是你3个月的薪水。我们呢是一家小公司，不比那些大公司财大气粗，但是我们比他们多一点人情味儿。拿着吧。希望能够帮到你。谢谢。但是我还是要叮嘱一句，我听说你跟公司里头关系比较近的员工都借过钱了。我行了，你不需要解释什么，但是我要提醒你啊，这么大范围的借钱，多多少少会有些风言风语，我希望你能够把握好这个分寸。我知道了。我先走了。
天是晴，这是我30年后再一次和儿子合影。先留着吧。医生，加班呢？赵总，我想今天晚上加个班，把他赶出来。我发的设计图，合法的案子不是下个星期再讨论吧？着什么急啊？前段不是耽误了点时间吗？我想把它提前完成，把时间赶回来。行，那你先忙，忙完了早点回家休息。我先走了，注意安全。看来你是很不满意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们这么多人，连一句像样的话都想不出来吗？你自己想要什么，只有你心里清楚。本来这项工作对大家来说就已经勉为其难了，大家已经很努力了。让他们继续想，想不出来谁也不许回家。顾朝阳，你凭什么为了一己私欲让大家不回家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算加班总可以吧？付3倍的加班工资。别以为钱是万能的。这话你还真说对了。不相信你可以去问问大家，3倍的加班工资，有谁不愿意留下来加班？军法暴君。还真有点饿了。静怡啊，你去告诉大家，都回去吧，不用加班了。刚刚孙总监在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他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，我怎么可能低头认错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仇啊？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？静怡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对付这种恃才傲物的人，就跟谈恋爱一样，谁先认输，那就一辈子被对方牵着鼻子走。您跟孙总监之间就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，怎么扯上谈恋爱呢？我就是打个比喻。对了，没什么事儿，你也赶紧回去吧，别在这耗着。那我先走了。山花里，似水。
执迷不悟。